孙啊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文海，哎呀，好，哎呦，不错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我刚投完进水，慢着点，地上滑，慢点。哎，刘飞，老孙，哎，海涛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这张照片，全是大人物啊。能在地上有个座，也真挺了不起的。这点出息就会坐地上，踢腿。讨厌！来来来，文海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来，我给你们沏点水啊。来，不用，我们刚喝完啊。啊，那就聊会儿吧，坐会儿啊。老孙啊，你这书可真不少啊，回头借我看看呗。哎，好啊。你就不了解我孙哥，我孙哥是最爱看书了，没事就看书，没事净看书了。哎，平时啊就这点爱好，你说不看书能干啥呀？哎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训练的辛不辛苦啊？心倒不苦，就是命有点苦。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不摊上个他吗？一天到晚折磨我们。吴四啊，你是怎么折磨他们的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就他一个人觉得苦，你们都觉得没事吧？我们觉得不辛苦。还行。现在练的不苦，将来怎么面临领导警察呀？对对对，就是。你不知道现在这两个人学的吧？这跟他一样，说句实话都会死。人家现在可牛了，人家现在是教官啊，教官天天带着我们踢正步，踢完正步还让我们，你看刚才让我踢臀，踢臀，踢什么踢？踢得我屁股直转圈。哎呀，你呀也该锻炼锻炼了，太胖了。谁跟你似的，肩膀跟脚脖子到那儿一边粗？你看，他就是臭显呗。对对对，哎，穿上了吧？哎，好好练，你们都得好好练啊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小道消息啊。嗨，其实啊也不算什么小道消息，我估计啊今天下午局领导就能宣布这事儿，就是上面呢想在咱们县选拔五个人送出去培训，先从你们这批学员当中呢选一个，要身体好，思想品德好，各科成绩好，年龄呢在23岁以内，等培训完了以后送到大机关去做服务工作，机会难得啊。啊，大机关，有多大？哎呦，这个就说不好了。我看你们几个条件都不错，好好努力啊！哎，啊，这要是被选上，那可就一步登天了。那是，不过白费呀。我看我们几个都不行，要能选上，那就得留五四，他各方面条件都挺够的。那也不一定吧，五四当过兵，正步踢得好。但是还有文化考核呢，这方面我们周文海也不差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文海，你不是有几篇文章在市里的报纸还发表过呢吗？咦，你小鬼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谦虚了。你听清楚了，就一个名额，就一个名额，那也得是人家，啊，拿的，机会均等，不会是中央机关？哎呀，这个就说不好了。也有可能是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对，机会都挺难得的啊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。努力啊，反正不会是我，我多胖呢。六四，我听说局领导要来选一个人到大的机关去服务去，这个名额我看是非你莫属了。咱们这儿80多个人呢，藏不过我们。那怎么了？他也是一个好机会啊，你得争取啊！争取。哎，你跟赵小静还谈过恋爱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听周文海说的呀。赵小静可真没眼光。咱俩算认识了吧？嗯。要是你哪天有大出息了，你可别忘了我。你说这大出息是多大的出息啊？我能有那么一天吗？我觉得有。行，谢谢。你不能不让我走啊！你要是留下来我，你给我来瓶酒也行啊，是不是？你这让我就没吃没喝的在待着干嘛？你说说，就这么个人，哎呦，也真是，你说摊上这么个大酒壶的爹，你说他能抬得起头来吗？要我走了，找地方走，我不走也行啊，兄弟，你这。哎，五四，你坐。五四，过来一块吃点吧。啊，
那吃过了，吃吧。五四，你过去坐会儿，等你半天了，你吃口菜。吃过了，真不吃、哎。吃口菜就客气什么呀？快，大家都等你呢。来来来来，来坐。哎，哎，艳华，你这别坐人家五四的床，人家五四那么爱干净，你坐我这儿来，来，坐。没事，你坐吧，我吃饱了。这样，那个，刚才我说你们家那点破事儿，你都听见了。听见了，哦，那正好，当着大伙的面，你也表个态，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是不是事实？要不然好像显得我全瞎话似的。是，对吧？你看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来吧，喝一口。我不喝酒。哇，人家不喝酒，来咱们喝，人家就那么格色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酒可是我买的啊！你端起来就摔，你要搅局啊你！我是远近闻名刘大酒壶的儿子，怎么了？我爸喝酒我不喝，不行吗？你爸把自己跟猪都拴一块了，刘大酒壶村里提起来谁不脆痛？呸！呸！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？朝这儿来！我跟海，你来来，你冲这儿来，你冲这儿来，别拦着他，别拦着他，让他冲这儿来，我看他敢，你敢？文海，我不敢，我服你了。哎，五四，五四。东西，搅我的局！来，喝点水。五四啊，别生气了。周文海那小子，就这样，家里有点钱，烧包的不行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啊？他抽什么风啊？我又没招他。他就是不高兴，你不喝酒。我不喝酒怎么了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其实吧，你也没必要太较真了。你哪怕陪他喝一口，啊，应付他一下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一口，一滴我都不喝。怎么了？跟酒有仇啊？我爸喝大酒喝了一辈子。家里越穷，他越喝，越喝家里越穷。从小，他们都叫我刘大酒壶的儿子。可是周文海刚才说，刘大酒壶的儿子，大家都要吐上两口。他凭什么要吐我两口？明白了。这次上面选人是个机会，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。这次如果你能够走出去，对你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80多个人呢，我没那么好命。我不说了吗？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如果这次考试成绩你还能够排在最前面，那就很有希望。咱们这次学的是法律常识，考试成绩跟考核有关系吗？不管是哪方面的知识，它对人都是有用的呀。啊，我估计着上面考虑的是通过短期培训
就能够考出好的成绩的人，那就说明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很认真、注意力集中、做任何事情都专心致志的人。我觉得这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很重要的标准。你一定要努力啊！我会努力的。老崔，啊，那你说句实话吧。其实，我特别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工作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我明白。五四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你就说话。嗯。我也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远走高飞。接你接。远走高飞。努力。嗯。嗯，怎么了？烫。我给你兑点凉了啊，等着啊。闲事干什么呀？别掺和闲事，去吃你饭，吃你饭。都没人了，还有饭吗？哎呀，怎么才来啊？就你一人啊？哎，五四，刚回来。哎，你不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吗？没在外面吃，他们刚睡觉去了。嗨，就剩咸菜了，你家。来，我这儿有一块吃，来。不用，来来来，咱食堂的咸菜腌的好吃。比我妈腌的多好。哎，你这脸上怎么了？怎么有伤啊？刚才上街碰上俩小痞子，对于女的耍流氓，我就给他们收拾了。呵，英雄救美。什么美不美？嗯，那我没看见。白救了不是？白救也救啊？是。哎，一会儿去打篮球去吗？行了，嗯，风水啊，就咱俩，你行不行啊？嗨，活动活动嘛，有啥行不行的？来吃菜吃菜，来。五四，啊，我上课，大家反应怎么样？爱不爱听着？会，挺好的。啊，不犯困，不犯困也算是个标准。那可不。有的同学跟我说听别的老师上课，都趴桌上睡着了，直打呼噜。啊，老师就在那儿说，打呼噜回家打去。啊，这不是猪圈，骂的也够狠的啊。嘿，五四啊，我最近发现，你每天晚上都学得挺晚的。其实啊，也不用太着急。喂，哎，过两天复习材料就发下来了，到那会儿你再攻一攻还来得及。啊，哎。看见没有，这刘五四跟孙富军走得很近啊。孙老师可喜欢刘五四了，喜欢顶个屁呀！他孙富军比咱们强不了多少，也就是个小警察。再喜欢刘五四，他能把刘五四带到大城市去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吧，怎么你这嫉妒是怎么？我发现你怎么老向着刘五四说？哎，行行，我向着他行吗？我向着他，我就向着他了。哎呀，你讨厌，你干嘛呀？来，这我一份，给，谢谢。
这么多题，这能记住吗？到时候监堂严不严啊？能不能抄着我？哎哎哎！怎么回事？你不会好好复习吗？干嘛非得作弊啊？60分你还考不了？考不上60分可完了。考不上60分啊，草帽警察都没得当。那你就当傻帽警察啊！哎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卷子呀？啊啊，好像还真是试题。你哪来的？你刚发给我的呀，这里边夹着的。是不是老孙你的考试草稿？他给忘了。苍天有眼呀，这下才可行了，不用说那么多苦了。一人抄一份，一人抄一份啊！抄什么抄？哎呀，这事要是被宋局知道了，老孙肯定会骂的。这是老孙故意的，这是对早报警察的爱。我跟你说，这是老孙平时一碗水端平，他绝对不会特殊照顾咱们。不是，一人抄一份，一人抄一份。老孙，哎，你别拿走，一人抄一份。别动，别动。咱们要是看了这个试题，将来被宋局知道，老孙有可能丢饭碗。你们别害了老孙啊！你不说我不说，谁能知道啊？那是千次良机，你也不能送回去啊！我还真就得给他送回去。刘慧华，65分；徐世刚，74分；沈明辉，62分；张世军，61分；关玉良，75分；于艳华，78分；周文海，82分。刘五四，98分。安静。刘五四写错一个字，如果他不写错这一个字啊，他就是100分。他是全班的第一名。安凤杰，75分。报告。谁报告？我。你有什么事啊？我要揭发刘五四。你揭发他什么？我揭发他作弊。他考试前看过试题。我没看过试题。你先不要说话，坐下。他看过试题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这样的，那天刘五四到孙老师那儿领复习资料给我们大家发，结果于艳华同学在复习资料里发现了几张纸，后来我们大家看过之后就发现那是考试题。刘五四说要还给孙老师，拿着试题就走了。谁能证明考试前试题掉在你们宿舍了？在场的都能证明，沈明辉、钱海涛、我、于艳华，包括刘五四。沈明辉到。有这事吗？有。钱海涛到。有这事吗？有。于艳华到。有这事吗？有。